现在天气较冷，加上早暗温差大，真早来看个无好叮当。第三等秀团便宜书甲福利书，就提供暖纸超小撇布，只要手对着身体来运动，短短几分钟内，就当有效冻着规身躯，和身体温暖起来，嘛袂伤激烈，适合各种年龄的朋友来做。然后肩膀放松，手掌伸。福利书拿走，拿解释着，只要手对着身体来动作，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就当有效地冻着身体，并温暖起来，嘛袂伤过激烈。真适合现在早晚天气变化大，来照顾身体小撇步。应该自然弯曲，然后整个正方这样子。对于平常啊，身体末梢循环比较不好，手脚比较容易冰冷的病人，就可以循环变好了，然后整个身体都发热。那在秋冬季节的时候，老人家也很适合，在家里就是不限于场地就可以跳一下。清晨出门运动哦，一定要注意先做好保暖衣物，适当的补足水分。运动的话，就是以缓和的健身的运动哦为主。那因为在这个天气能气温变化太大的话，容易诱发我们血管收缩哦。那尤其老年人如果本身这个血管本身就有硬化狭窄，如果说再加上血管收缩，然后又水分不足，血流变慢就变比较粘稠的情况下，容易形成血栓血块，诱发这个心肌梗塞或是脑血管中风。而且这款软纸操嘛，真适合老大人来做，加上现在寒天温差较大，医师嘛再次提醒，爱穿阿少加啉水，漂面心肌梗塞，脑血更中风的很凶。那一旦我们这个心脏停止跳动哦，4到6分钟是黄金救命时间，就要立即帮他做心肺复苏术，就是 CPR， 就是要持续的胸部按压，那直到有救护人员到现场为止，才能够维持脑部血液循环不至于脑细胞缺氧太久。脑细胞坏死。不过，若是拄到有人凶凶来昏倒，叫袂清醒，就要赶紧打电话来叫救护车，并进行 CPR。上重要的就是按压胸部，爱离开救护人员来接手，避免昏倒的人脑部来受到伤害，来将伤亡降到最低。家里算差不多。